大放广佛华严经，觉灵菩萨记，于田国三藏十刹难陀，奉至意。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佛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佛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尔时觉灵菩萨成佛威力，遍观十方而说颂言，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，虚妄取异象，大种无差别，大种中无色，色中无大种，亦不离大种，而有色可得，心中无彩画，彩画中无心，然不离于心，有彩画可得，彼心恒不住，无量难思议，视现一切色，个个不相知，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，而由心故画，诸法性如是，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，如心佛一耳，如佛众生然，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，若人知心行，普造诸世间，世人则见佛，了佛真实性。心不住于身，身亦不住心，而能作佛事，自在未曾有。若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